名的由来是，是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我叫 Nancy， 然后他叫 Ken， 就是南希肯恩。形容我们的音乐，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天气来形容我们的音乐的话，比较像是冬天的太阳。音乐灵感这件事情是对一个创作者是很需要的，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说来就马上来，你必须去寻找，对，可能去旅行啊，去走走，沉淀一下自己这样。最近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更多时间跟自己独处，所以在那一段沉淀的时间就找到一些灵感这样子。对，我怕鬼。我很怕一个人，就是在很黑的地方。我自己是很怕没有演出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演出是代表着我自己，我必须要有演出才会有一点动力。我觉得失误或失败这件事情是现场表演可贵的地方。对，其实我不会把它想成就是啊，我现在失误，然后我可能当下会很慌，但是我觉得这些对观众来说他才是想要看到，不然放 CD 就好了。对对对，我很怕哎。孤独哦，会不会害怕孤独？我会，就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会就是会觉得对很孤单。孤独，我是不会怕孤独。其实我有时候蛮享受孤独这件事情，就是我毕竟是一个创作者，我自己觉得孤独的时候反而可以跟自己对话，跟自己沉浸，所以在某些时刻，我觉得孤独使我成长。您好，今天立德路二号，我们邀请到的是疗愈系双主唱民谣乐团 Nancy Ken。你好，这是我们主唱南希。主持人好。再是我们的肯恩。主持人好。你好，哇，这次南希肯恩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新的专辑，叫做《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这个 MV 跟故事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可否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次的专辑的主轴？这次专辑的主轴其实我们是摆在两个字，就是陪伴两个字。对，那为什么讲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迷惘然后无助的时候。对，那尤其是近两年的疫情的关系，所以把这一份迷惘跟无助感更加的放大。对对，然后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其实你们正在遇到的事情我们也正在遇到。对，所以这一整张专辑的就是主轴概念，就是大家听完以后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是正在遇到这些事情。对，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也都是一起在面对这个世界，陪着你。对对，那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开始去撰写这一首歌曲，然后变成这次主要发行的专辑？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被延后打断，就是演出的部分。对，那原本有的计划，可能会在去年发专辑，会有一些活动的安排，都是一直延一直延，延到今年这样子。对，然后这中间其实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其实那时候就是心里有一种迷惘的感觉，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演出这件事情算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导致我们就是其实演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对，那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那时候的心情比较低落一点。对，那请问呢，就因为刚刚就是可能有提到说你们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叫做陪伴，但是我相信在疫情期间，其实你们有很多粉丝一定都还是听着你们的歌声陪伴着他们度过了这么一个艰困的时候，但有没有粉丝也会反过来用他们的力量来鼓励你们陪伴你们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失落或是低潮的时候，但我们的歌相信可能大家听了之后会得到一些力量，但是当我们在就是
我们自己在迷惘无助的时候，是反而是他们给我们，对，他们的就是听完歌以后给我们的回馈，其实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其实有时候一个创作者在写歌的时候，其实你发出去的歌，不知道大家听到会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对，那由就是我们这次发专辑以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其实让我非常有更大的动力，说原来我做这张专辑是这样子，会得到这样子回馈，很温暖。对，因为其实你们在过去你们所有的音乐会或演唱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场场爆满，很多人来，然后甚至花东哪里北部都会追着跑。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没办法参与的时候，就真的只能在家里面。可是就像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一样，就是说它虽然很孤寂，可是其实大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去给彼此鼓励跟陪伴。对，在这个专辑的制作过程里面，就是其实我们做了很久，我们差不多做了有2年时间，因为中间经过了疫情。然后我们当初在规划整个专辑风格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从有20首歌里面挑出大概我们目标想要做10首歌，然后我们都是想要有一个统一的风格。但我们觉得到底男性可能需要给观众给乐迷一个定位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听了很多的 reference， 很多参考的曲子。然后我觉得男性可能不是用一种某一类的曲风可以把它定位，所以我们就要说做一张非常多元化，但是你会听起来觉得很统一的风格。我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没有笑，这里不曾有过信仰。我好像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没有家，这里只剩片的残
那请问接下来你们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就是与自己对话，成为你们在做创作的主轴？嗯，我觉得因为和自己对话是一个方式去面对迷惘，因为在我们其实，在我们刚从刚成团，然后一直到现在，在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好像都会遇到一些要选择的困难，或者是一些无助的时候。对，就是选择很多，例如我们可能玩音乐，我们可能就必须知道我们会失去什么东西，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可能花更多的金钱去栽培，就是我这样子未来的路，先投资的感觉，但是你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子，其实会中间有一点迷惘，就是我该不该这样子做，该不该继续，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在学业上面也好，就是工作上面也好，在这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社交和学习。对，那反而我觉得在出社会到现在以后，我们才开始去真正的跟自己对话，有更多的时间静下来跟自己对话。对，因为我们在学生时期都常常都为了要达到别人对我们的希望跟期待，家长的也好，老师也好，或是同学之间，他都希望，或是亲人都想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所以真的像你讲，出了社会之后，当你一无所有，你真的只剩下自己的时候，反而是长大之后才要回头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对，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们在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你们过去的日积月累的所有的笔稿啊创作再重新整理，然后做成一个完整专辑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你们在这次的专辑当中有什么样新的表现想要与大家来去说的吗？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过去大家看到我们的演出或是我们的发行的 demo 都是以两个人的编制为主，对对，所以当大家想到南希可能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啊，就是一把吉他跟两个就是两个主唱这样子。但其实这样子做是会有在歌曲的表现上是会有一些限制，就是比如说我们新专辑里面有很多就是重新编曲过的一些歌曲，对，然后里面加了很多东西都是原本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对，所以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可塑性，就是我们有更多更多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就是都放在歌曲里面重新编曲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你刚才挑一个心境很重要的，那你们这次在重新编曲上，你们心境上跟你们原本自己只是两个人的创作跟沟通上，心境上面转变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像听到新的编曲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想法，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写一首歌的，我们在两个人的编制，刚刚说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我可能在写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用一把吉他弹的感觉，跟我们现在专辑听到所有乐器编制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两个人的时候，是一份那份孤独感是小小的，对，然后全编制的时候是希望把这一份。它又可以更深入到你的内心，我觉得是听觉上面不一样，就是它的厚度跟感情，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到，就是每个乐手老师都把他的那份心意也放在这首歌里面，对，然后藉由跟制作人，藉由跟每个乐手老师的讨论，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就是跟所有的人说，就是这首歌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让大家听起来，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南希可能。我看那云朵不曾向我
云这首的编曲，当初的想法是说想要做一首专辑里面很不一样的曲风。而他们其实男性感一直以来都是给人家很民谣、很清新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想做一首可以吓观众一跳的歌曲，所以就做了一首比较狂暴的曲风。我看着你在角落里，余光浸湿殆尽，世界徒留沉寂，不再举起涟漪。我会等在黎明之前，影子取代黑夜，抓紧松开的手，承接你的感受。因为男性可能他们一直都是两个人的组合，然后他们对于录音混音呢整个 production 的制作流程其实他们不熟悉。那从这个制作这个专辑里面，他们就参与的部分比较多，比如说编曲上面，甚至是后期我做到混音的时候，他们也给出了很多的意见，很多的主动会提出一些我想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男性可能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在就学期间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能够成为自己，跟自己对话，那因为从进入到社会之后，你们开始学习如何跟自己对话，那是什么样一个因缘让你们两位想要在面对自己之后想要成为音乐人？你们是否有受到朋友啊或是家人影响？我觉得我是因为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就是我不敢在台上唱歌的那种。可是那时候其实在加入社团之后，然后有发现自己对音乐好像蛮喜欢的这样。我那时候并没有觉得说哦，音乐以后可以未来成为我就是想要继续发展的事情这样。然后是到大概大学之后，然后我就遇到这位这位对耿恩对。然后我们一起开始就是比一些比音乐性的比赛，那时候也只是因为纯兴趣。就感觉那时候你应该也很害羞啊，你怎么会？就是你们是同班吗？不是，不同班，不是，但我社团吗？也不是，我们只是在校园里面自己弹吉他。没有，我们不同学校。哦，不同学校。对，但是我们就是刚好在一个演出上面认识彼此这样。对对对对对。好，那因为你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们是因为在一次的演奏当中找到了彼此的声音，觉得可以互相去做陪伴。那你们那时候开始写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就是《烟花》这首歌。哦，《烟花》是你们写的第一首作品。对对对，没错。就是《烟花》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过去的自己。就是其实《烟花》里面有讲到，就是绚烂烟花总会落下，然后天真善良终究要长大。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过去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想要逃避。对，可能我遇到了一些挫折，例如比赛上面我可能就是被淘汰，或者是我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不愉快，我就会想要逃避。对，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在我大学的时期就是占了我非常
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影响我非常大，就是我后来就是整个大学时期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然后常常一个人这样子，对，然后自从就是遇到了南希以后，我就是决定我要一个，我需要重新出发，我想要写一首歌送给那个过去没有自信的自己，对，就写了《烟花》这首歌。虽然就是绚烂烟花，就是我可能在某个时期我想要达到的东西，就是我认为它是一瞬间的，就是它是很美没错，但是它一下子就会落下，对，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永恒的，像是光一样，就是后面就是成一道光就要炙热的绽放，对，我希望我可以成为那一道温暖的光，对，然后送给过去的自己，希望跟他说，你看我现在重新振作了，对，希望我可以给你一点力量，直到就是台下所有的粉丝唱这首歌，跟着合唱，我就再一次的跟自己说，你看，就是从你一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到我写这首歌唱给你听，到现在台下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合唱这首歌给你听，就是这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力量，就是告诉他，你可以做到这样子。这不是你想象的，虽然早有准备，却还是流泪。这不是我想要的，说什么无所谓，还不是让自己好过一点。我每一次都是觉得很珍贵，尤其是近年来只要有演出我都觉得非常珍贵，因为真的就是疫情的关系，我们很难得会有一次演出，然后尤其是烟花这首歌，因为毕竟是我们第一首创作，而且是唱给过去的自己听，没有自信的自己，那就是很常在唱烟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的大家大合唱，就会觉得很感动，就大家现在唱给那个，就是从我一个人唱给过去的自己，到现在有几千个人，甚至几万个人听唱给，没有那么多啦。好了，希望有机会唱给过去的自己听，就觉得这样子很感动。Yeah.
那因为南希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团队，是你们是一个双主唱的团队跟编制。那你们两位在做创作的时候，你们两位是怎么样的分工？如果有时候理念不合的时候，会吵架吗？我们其实分工蛮明确，就是他比较擅长在音乐上面，对，音乐的创作、词曲啊、编曲上面，对，然后和声部分也都是南希在。但是音乐上我们还是都会互相讨论，只是主导就是他比较多。对，可能我先写完一个骨干，就是我把词曲写完以后，然后给南希，对，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要怎么修正，或者是要怎么更改。但其实吵架的部分我觉得几乎是完全没有，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分工很明确，所以也不太会去影响到，就是说啊，我要突然要碰你这边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很明确，就是我做完我该做的，然后我跟你讨论，然后就是互相的，我觉得互相尊重就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刚好做的事情都是有点互补，就是我做他刚好不擅长的，对，他做我刚好也不是那么就是厉害的这样。还是你们连吵架都吵得很疗愈系，你确定要吗？好，那加油。没有，加油，加油，疗愈系的吵架法。没有了，其实跟一般人一样。是，那在这张专辑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曲子是你们共同创作的？因为你刚刚其实你们分工是蛮清楚的，但这次的专辑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彼此感受，有同样的你脑一起创作曲子？专辑里面的烟花跟需要你其实都是我们一起创作出来的，对，然后都是我也有参与，就是作词这样，对，那我看到你们其实很多讲的那个陪伴或是爱，其实都是反过来，是都是面对自己，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我们的角色在创作的时候都是会有另外一个人当做你创作的灵感，可是你们创灵感都是另外一个的自己，就是你们都把自己映射成另外一个一个真实的人，就像给过去的自己。那这个需要你里面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心境呢？其实需要你最想要传达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陪伴的感觉。对，那我们常常会有很不只是亲情，或是它是可能是一段友情、爱情或是一段回忆，那个需要你的你，我们其实没有很拟人化的说他一定是要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件我非常非常珍惜的一段回忆，对，然后我可能在很迷惘的时候，我会想要跟那个回忆说，我需要你就是这一份温暖的回忆来就是让我自己就是温暖到自己这样子。对，当初在做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家人，因为在歌词的前半段主歌的地方有说能不能隐藏多一点想念，然后生怕会被发觉，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会虽然你很爱他，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会不敢说出口，就是对可能对爸爸或对妈妈，大家可能每天生活在一起，可是却不敢表达出那份爱，对。
关于这个专辑的歌曲的排序呢，其实我给出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我不希望观众是会跳着来听，我希望乐迷拿到这个专辑是可以从头听到底，然后他不会觉得很疲倦，不会觉得哪里很无聊，我想跳过去。所以首先我会希望就是让歌曲的氛围可以衔接过去，然后还有就是从内容上面，就他们两个自己在每首歌的歌曲里面讲的歌词的故事里面，就是比较有一个高低起伏的顺序吧，这个就需要观众自己去阅读整个专辑的歌词，才会感觉到里面的意思。那因为在这里面，你们除了做这种比较疗愈系，其实也有做很比较积极式的一种，就是你们有一个树洞计划，就比较是希望更多的参与度一起来加。那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树洞计划，你们想表达什么？因为其实好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树洞，然后你就是可以在对着树洞讲秘密这样，然后对，只有树知道这个秘密。对，然后我们很像那个树洞，就是大家投信进来讲话进来，只有我们知道你的想法，你的 idea， 然后告诉我们，平常不敢说的，然后就是跟我们讲这样。对对对，所以我们观众朋友如果有秘密的话，有可以加入你们的树洞计划吗？可以，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说。对，可以跟我们讲。是，那你们收到哪些回馈？对你来讲，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原本是想，就是觉得大家好像会讲一些自己的一些亲身，就是一些日常的小故事。嗯，对，我们只是要听你们的小秘密，结果发现你们的大秘密。你们把那个小秘密写的，他们把每个观众都把那个他们自己的小秘密，好像写成一本书，一篇日记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篇叫做我把时间都交给了温柔，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当你在面对这个一个不理解你的世界的时候，如果你还可以温柔的对待其他人的话，那代表你又更进一步了。哇，这好适合南希可恩的调调。对，大家回应给我们的东西，就是都是类似这种，可是又听了之后又很有感触，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语录集，对，然后每一句话都可以就是穿透人心。所以这样就未来是你们希望借由这样树洞计划能够跟你们的歌迷们一起来去做些共同创作吗？对，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就是有挖一些空格，例如
把一生都交给了孤独，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在孤独的地方挖空，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发想说，哎，我想要把一生都交给什么东西，或者是我想把时间交给什么，这样。嗯，对。因为你刚刚讲到孤独，其实在疫情当中，不只是你们，其实很多人都面临到孤独。可身为一位创作人，身为一个音乐人，你们在这段期间，你们怎么去处理你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我自己最花最多的时间是在，写新的东西，就是我必须让自己生活更填满。就是你在这一段期间，你有很长的一个空闲的时间。那与其我在那边就是觉得自己没办法，然后就停滞的话，我觉得这很对不起我，就是那些歌迷给我们的期待。对，其实这段期间我就一直在吸收，就是我自己的歌，过去的歌，或是现在的创作，或是歌迷给我的回馈，我都会重新的再拿出来看一遍，然后成为一个动力。对他，我觉得陪伴疫情最大的动力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馈。对，然后我怎么样去带过，其实就是看着那些回馈，然后再写出更内心的作品，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对，其实我们最近也有上一个广播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电台主持人，他其实因为这个节目，然后也有偷偷的帮我们，就是从我们就是有在听我们歌的歌迷里面，然后请他们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对我们就是讲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听到，在当下听到这个录音档的时候，心情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就很感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就是文字，我觉得文字对我来说它缺少一点点的温度，但今天当那些文字转化成真正的语言在你耳边播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就像我们的歌一样，就是大家看到文字可能就有一点 touch， 当你再听到歌，再听到编曲，再看到 MV 的视觉，你会真正的觉得这就是真正的陪伴。对，那因为其实在南希可恩两位，你们的创作来讲非常重要，就是你们把自己 的生命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歌，然后歌就变成故事，故事就是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的串联，把很多的生命故事与大家分享。然后我刚刚在树洞计划中也发现到，原来粉丝们也把他们生命故事跟你们一起在做分享跟陪伴，所以觉得你们两位的创作，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不是一个两个人的组合而已，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概念。因为帮你的歌跟下面的歌迷们一起在唱的时候，那便是一个生命共同的一个记忆了。没错。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请问一下南希肯恩想要为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也是我们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叫做《我想再拥有自己》。那什么样的机缘开始写了这样一首歌的创作？就是这首歌是我们专辑放在最后一首歌。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首歌，我们是叫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到最后，那么我想再拥有自己。对，它其实我们整张专辑都是一个，都是就像一个故事一样，到最后的那么我想再拥有自己，就是你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出，就是开始，到整张专辑听完的那么我想再拥有自己，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中间遇到了什么样子的过程，不管你有多迷惘，对，你始终要面对的还是你自己的。对，这是我们写这首歌的发想。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就是我想你，好想你，对，你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其实那个你就是自己，就是过去的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在就是人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因为要迎合别人而武装自己，就是变成别人想要的样子。但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这首歌非常重要。对，我很想你，很想那个曾经不需要武装自己的那个你。对，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今天立德路二号非常谢谢我们的 Nancy 以及 Ken 来为我们分享你们这么棒的音乐跟专辑，那也非常期待未来你们的歌声能够去疗愈更多在每个社会不同角落需要被疗愈的人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我披上
装自己，我害怕世界，害怕的喘不过气，城市很 lonely， 戴上面具。是我看不清，不愿珍惜，也不愿放下面对真实的你。你的曾经，你的过去，天真心中，现在我的心。